你瞒着国内的债权人躲在这里，但等他们知道你在瑞士搞药品研发也不愿意配合清偿，你觉得胜利集团会怎么样？等到胜利大厦被拍卖了，胜利集团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回去救谁呀？ 你做决定不跟我商量的？我只是在想解决的办法。不是听说人家有上庭的意思吗？怎么又给人调解明白了呀？我把人家闹上法庭，我踩着人家上去，违背我做律师的原则。陈文光的女儿，简佩然的老婆，女律师。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字，你叫陈然，你的身份就属于你自己。 赶紧回国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。那你想办法帮我拖住他，我这边需要一天的时间处理。